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金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然后某特意在给我拍视频哈，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京都市大原，这是某特意最近一直想来的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非常的有名，有着很漂亮的田园风光，然后还有很多名胜古迹。今天我带某特意来干什么呢？是带他吃咸菜来了。京都大原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美食，叫做喜八滋开，就是紫苏叶腌黄瓜呀，或者腌茄子什么的。然后今天来的这家餐厅呢，就是这样一个餐厅，所以说某特意上次来差不多是一年之前了，所以说今天带着来这里吃一顿，然后给大家拍拍美景，带大家领受一下大原的魅力。一个个上面的停车场哈都满了，朋友们。我原本想着哈，等到老了就来这里生活，老婆也同意了。哟，还得吗？哟，很多人哈，这边呢就是卖一些腌菜的商店什么的，送礼什么的哈。然后这里面呢，就是吃饭的地方，然后我跟老婆需要排队一会儿哈。这种是送礼的咸菜哈，一袋的话里面有这些啊，五颜六色，价格也很便宜哈。这里呢一份套餐是1700日元，然后有一个主菜，剩下的就是那种腌菜呀、是自助的，你可以随便吃。某推主要是那个为那个腌菜来的。托里尼克，有。这个板子很碍事哈。有。有。一路一路。これでな。夹了一些，这个是山药，这个是胡萝卜和山药，这是小青菜，这个是黄瓜，这个是芋头，然后还有一些小茄子。小姐，这个东西太碍事，就是我点的哈，这个是鸡肉和鸡蛋，然后这个就是喜八滋开，紫苏叶拌的萝卜，然后这的米饭是用土锅烧的，然后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味噌汤，这应该是一些果冻啊，这就是今天的午餐了。摩托一点的是鱼哈，他拍下来发给他妈妈，然后这里的泡菜很好吃，所以说回去的时候买一些，然后给丈母娘送一些回去，然后再买一些我们自己吃。摩托一和我又去夹了一些哈，吃个咸菜也可以吃的这么有情调。这个果冻是紫苏叶的果冻，非常的酸哈。可能因人而异，有的人会不喜欢哈。吃完了，然后在这店的附近散散步哈，因为风景非常的美。然后这家店呢是1901年创立的，也就是卖咸菜差不多卖了100多年吧。然后非常的火哈，大家可能听到这孩子的叫声了，这边停车场都满了。刚才忘记给大家介绍了哈，这个京都大原呢也叫伊亚西诺沙托，就是治愈之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后面这个地啊都是紫苏叶哈，因为京都地形的原因哈，这里的紫苏比其他地方的紫苏的营养成分更高一些，里面有一个营养成分呢就是使人放松的，之前看电视介绍的哈，所以说这里的使人放松的那个成分更高，所以说治愈之乡哈。这后面都是紫苏叶哈，彼岸花也开了，
モドイさん、今日どっちが一番美味しかった？じゃがいも。長芋。長芋。他は？水ナス。水ナス。うん。お塩は何を買って帰るの？長芋。長芋。うん。这个地方冬天会下很大的雪哈，从这里开车到京都市内可能只有半小时的时间，但因为地理的原因哈，这里冬天有点冷，下雪，然后夏天呢就是挺凉爽的。你像这附近有小学的话，一个年级可能就五六个人哈，这我老婆说的。我就想在这种地方生活，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？この辺で家賃は安いでしょ？家とか。嗯。家家户户种了很多的花哈。这小菜园子哈。这小树修得非常的漂亮，这就准备回家了啊！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视频，也希望大家能够点赞、关注、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小金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摩托伊，拜拜。